友们战友们，邦邦太难玩了，利用任何新角色，邦邦的难玩程度可以说堪比高考。你不光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五行八卦，还有什么地理化学数学物理。我太难了。邦邦的一技能定时炸弹，这技能你必须精确到几秒钟之内，十秒钟之后你必须过来，差一分差一秒都不行。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，十五秒钟之后小医生必然要经过此地，炸弹就放在这儿，没错。 Day two, day three, day four. 谁都没有来哈哈哈。邦邦的技能二，遥控大炸弹。你是不是想着这个大炸弹放在密码机的边上还是可以的？但是我问问你，这么大一个球，在座的都有眼睛，谁看不见呢？所以你的智商如果没有和我沈文将军一样到300的话，就不要轻易的买这个角色。但是我一定会买，为什么呢？我想知道邦邦和爱哭鬼他俩谁最矮，你觉得呢？评论告诉将军，拜拜。玩手游就看哎呀，出掌。